欢迎来到 R 电视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款不同的自动泡泡液。包装很巧合，这款是我们上次买的，太垃圾了，当时19块9买的，它这个漏液。这两款呢有点不一样，我们把它拆开。哇哇，这电视。第二，看一下这两款啊，外形大概都是这种像手枪一样的。同样是在淘宝买的，但是这款被快递途中摔掉了，这个灯它出来了啊，当时19块9，然后通过悠悠圈 APP 体验后都是9块9啊。这个悠悠圈 APP 的话，大家可以关注 R 实验室的公众号啊，去进行一个下载。都是送了两瓶液，送了这个是浓缩液啊，毕竟容器自己配的，按体积的话都没有这个大。这款有个头，哎，它这个头是可以更换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吧，电池需要它的一个装上去，这个是两个电池，它前面这个风扇前面啊，它是通过这个风扇来吹的啊。这一款的话是直接往这里倒，这一款的话它是直接倒在这个盖子上面的，然后配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头，我们先一个个试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哪一款效果好一些。但它送了这个小喷儿，就有点肥了，就是用完的时候还可以上面倒。我来试一下 ，Oh my god！哇，这个效果很给力啊，比之前那还给力呢，很给力。下面我们就放上这个圆，中间带两个孔，这个可以吹大泡泡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液体还是有点浅了，我们再倒一些。大的不行。哦，大的出来了，大的出了之后，紧接着就是小的了，吹的泡泡比较少啊。看看超大的泡泡，这两个头的区别，这个可以吹这个中等大小的，但是吹的泡泡特别多。介绍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，这款和那个不一样啊，这是它是从这个嘴这里面出现的，这个管子，上面管子，然后把这个瓶拧上去，先把这个电池拧上去。这一款呢需要三节电池，啊，这款的话它是音乐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灯，然后把这个瓶盖。拧下来，好，然后把这个管子插进去啊，这样给拧上去。这两款设计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我们按一下，这款泡泡呢也不少，但是它这个泡泡比较小，看见。泡泡比较小，但还有一点方便的，就是它这个液体直接拧上去了，不用再去这个像这样的啊，不让你蘸一下，就优点在这，随便拿着走，想到哪碰到哪。但是说按这个泡泡丰富程度啊，它是这一款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之前我们测评这一款，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几款，就是几种类型的自动泡泡机啊，就介绍差不多了啊。优缺点的话大家都有啊，今天这个自动泡泡机三款呢就介绍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。